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脸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亚马逊测评，在亚马逊平台上获得产品 review 至关重要。好评不仅可以让消费者对产品质量放心，在亚马逊算法中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。好的评论带来订单数的增长时有发生，差评的存在将会直接带来销量的骤减。对于亚马逊卖家而言，决定你的商品成就率的命脉在于别的客户对于商品的体验，也是打造爆款热销品的命脉。特别是在亚马逊疯狂删评的今天， Touch Data 小易现在给大家介绍几个有效的获得亚马逊 review 的方式。第一种方法，建立邮件列表，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，但是稳定的方法。通常第一个产品做起来会比较困难，但是如果第一个产品积累了足够的用户邮箱，第二个第三个产品就非常好做 review 了。可以通过广告引流到 landing page， 让用户订阅换取折扣产品，前提是要投入资源制作 landing page 或者独立网站，又或者可以通过 Instagram、 Facebook、 YouTube 吸引粉丝，举办营销活动收集到邮箱，不过这就会比较花费时间。